年前，大街上这群蓝天白云的志工们带来了热闹还有温暖。独自照顾外孙的黄秀玉真情流露。你也无咱只要买只物件，咱都无钱通买嘛。只拢来用，拢对我家庭拢会用会使欢喜。一个人独居的吴瑞玲靠着打零工过活，脚踏车上载满的不只是物资，还有她最需要的问候。也不是单就是这个物资开心，是那个友谊啊，你们对我这样好的那个恩情，不是一只谢谢人代替得了的。很温暖吧？对对对，先来等呀，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哈，我们上帝保佑你们都平安。漳州慈济志工利用两天假期进行寒冬送暖活动，有一千多户得到这份物资。为何你啊？还有乡亲是一大早就赶来，走了四十多分钟，不觉得冷。点就起啊！啊，你来叫我来。对哦，我冇惊。啊，你穿会宽，我穿无穿会矮。啊，你平时啊，透早起无穿衬衫大鞋哦。啊，真欢喜啊！穿啊，啥物事穿？有温暖的爱，也打开了林荫山老爷爷的心。过去他从不接受任何的帮助。人家厝边哪做创啥哪货，那阮这人你叫阮讲，人你或者较加会面货伊嘛，安尼嘿，伊今仔日伊就讲好了。职工帮他把物资送进家里，还为他铺了床。你坐看，你坐看，你坐看，真美好，好死好，因为你放个包给死爽的，让你让你温暖哦，更暖哦，更烧哦，哈。年迈的蒋奶奶很熟悉这份温暖，七八年前拿到的棉被，现在还盖在身上。不看这些都感恩，唔系我是看呢，感恩。阿妈，你之前讲这个，我表示就是讲这个啥感恩。关怀一直都在，陪伴乡亲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寒冬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福建综合报道。